刚才从大楼出来，我拿便当给小孩，我出来我也骑得，我确认一件事，有没有撞到？没有，都没有。我骑得很慢，我只是稍微从里面出来，然后他从直线过来没有错，稍微挡到了他。可是我也骑慢慢的，之后他骑慢，然后我也慢慢骑，他就开始挡我的车，给我挡下来之后，停在路中间一直狂骂我，而且骂得很难听。哦，好，对不起，下次不会。你们这样吓到我。你一起出来。